也为了劳工的权益站出来，因为啊，劳工啊占台湾的绝大部分。我太太是劳工，我的小孩长大之后也是劳工，所以说有必要站出来。对于这个无感、冷感的政府，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为什么你自己不是劳工，你太太是？为什么你小孩子一定是劳工呢？绝大部分的地域是劳工，如果劳工占绝大部分，900多万，军工教加起来也才70几万。所以我小孩如果说不是军工教，不是老板，那就是大部分的劳工。所以说我为了他们的未来站出来。哦，了不起了不起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好，我觉得应该要，我知道11月25号还有一次。啊、那你我知道你不想入境，你不想入境的原因是什么？哦，一方面是说我家里只有我赚钱的，二方面的话，我人站出来，海报做出来，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啊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照一下你的那个，因为刚刚照那个 ，OK， 好，翻过来。OK， 好，谢谢。